训练计划第五周的第二个小节就是我们的眼拍位置啊，大家知道了，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小孩眼拍的是在这里眼拍，有的是在这里眼拍，他都不太就是说击球的时候他产生的弧线都不一样。那么我们正确的眼拍应该是在我们的右后方，在这个位置眼拍。那有的时候的话，如果是特别难处理的球，可能我们有一些调整，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在这里眼拍。好，那么现在眼拍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眼拍的时候一定要身体带动眼拍，不要靠手去拉，手去拉拍那就肯定是不行的。而且我们看着球，球对着过来，我们在眼拍，这是刚好对上，不要提前就把拍子眼掉了，然后这个力量全部消耗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练习，预备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，手上不要发力，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。好，再来一遍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，手上不要发力，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。好，